上次做了一个超级充电宝，不小心火了，很多粉丝跟我说要注意安全。为了不让粉丝担心，决定给他加个温度传感器，当超级充电宝发热发烫或者起火的时候提醒我。开始盘它，上次做那个被我压断了，搞个新电路板重新做一个。温度传感器，把温度传感器固定在电池上。Ich hab die ganze Welt gesehen, von Singapur bis. 充电宝着火，着火啦！充电宝着火啦！着火啦！还不快来救火！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.